到快餐店。这是上到了爸爸的步行街。你看人家这边就可以坐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还在那边隔离。这边是博物馆。那边呢？快点啊！快点，那边呢？吃饭。知道啊，你要过来吗？我知道，我去。你看人家这边，这布局的人多。Thank you.